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 GMCC 万通贷款的 James Jin，James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大家很好。第二位是已经从事房地产的 broker 的工作超过40年了，他看起来孩子们 young and 非常高的 spirit， 经验非常的丰富。他营业的范围呢，从北湾一直到南湾的 Evergreen， 还有东湾，还有我们这边的西谷。是的，非常欢迎你 ，Juliana。谢谢谢谢。好的，欢迎你们两位。第一个问题 ，GMCC 呢，非常恭喜你们在过去的2年多之间，致力于在全美，现在已经拥有48州都有你们的 physical office， 还有 license， 可以帮助更多的贷款的人民，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差不多2年都不到，我们公司从一个加州开始扩展到 nationwide 是。最近最跟大家 update 一下，最新的是 Seattle， Washington 下的就是我们北面哈。而且跟湾区很像，所以很高兴有机会会在 Seattle， 而且我在想湾区的。我们消费者很多都会到西雅图，小孩子读书啊，投资啊，或者喜欢浪漫啊，那个什么叫 West Sunshine State 啊，是下雨比较多一点的，就是那个非常西雅图。那么我今天这次刚刚从波士顿回来，我们也波士顿也有 branch 嘛，哈，就是为大家服务，还有 office 在那边。我觉得哈，在travel outside 加州以后，外面世界很精彩，但是其实对我们加州的消费者更加 benefit， 这样你加州人到外面去。投资啊 ，second home 都很有帮助，可以到我们 GMC 48州都可以低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这是最大 take away 很多好的产品啊。其实外州 popular， 加州也可以。举个例子讲，还是现在在海外流通很多了嘛 ，COVID 其实基本上结束了，很多外国人买房子或本地人，他说我没 income， 我也不想 no income document， 也没 DTI no ratio。prime 都买房子都可以，外国人买的话，甚至信用分数都可以不要求。在 40% 而且利息非常好的情况，这一款很有帮助，大家如果亲戚朋友都可以。第一个，第二个呢，等一下有机会跟主持人我们也沟通一下，很好一个产品，就是说很多大家都花了嘛，会买房子，买出租屋啊，买个几个十个，他收入肯定跟不上了。我们只需要看 rental income 用 DSCR 来做，特别很多我讲到 tenant lease change 的话，这个产品就非常好，甚至是 no ratio， 就所谓的 DSCR， 如果是 vacant 都可以做，好，甚至可以 cash out，vacant 都 cash out。还有你买房子买到那 Airbnb， 大家很聪明嘛 ，Airbnb rent 很好，我们公司可以用 short term rental Airbnb rental income 80%来 qualify， 这样的 DSCR 就会大于一些很好，所以很多产品希望对我们消费者有非常的帮助。我们公司做一个 direct lender， 从10万到400万，不管小龙、大龙、non QM、non income 都可以自己 underwrite， 所以 average closing 基本2到3个礼拜都可以。Wonderful， 2到3个礼拜 purchase 就可以下来了。如果大家完全知道，如果有快，当然可以帮忙 rush 了。哇，2到3个礼拜已经很快了，就是等于是 cash equivalent 了。Yeah, almost that. 对，那么 GMCC 跟 Juliana Lee 的 Realty 呢，决定在6月10号要办一场座谈会。那这场座谈会呢，就是在Palo Alto El Camino Real 的 Juliana Lee 的这个 Realty 的 building 里面来举办。那我想要知道一下，这次要带来什么样重要的讯息给我们呢？我们不妨呢用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客人 Jim， 他呢被银行啊被拒绝了，因为他想买的话是至少要2.2到2.5，那这些银行顶多给他1.7，那他刚刚还把他的 rental property 卖掉了，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就赶快去找 James， 那你怎么做呢？那这个情况你看，就是2.5个亿，大家都知道 ，Ren 他在湾区成长空间很大 ，operation 很好，但他现金流就不行嘛，他 DSCR 可能就是0.5、0.6还是很少，在这个情况一般贷款很难贷嘛，大家知道查收入也不行，所以我们公司一个叫 no ratio 的，其实你只要放35%down。DSCR 0.5、0.3、0.2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帮他可以做到这个 financing， 这个就即使2.5都可以做。而且我再强调一下，在这个情况下，他的 down payment 是用 gift fund 都可以的。再强调一下 ，rental 里面我们可以用 gift fund 来做。所以很多产品这一款，其实另外一个产品就是，他如果放 50% down 的话 ，rental 就买400万，只要放50%就行了。我们根本不看这个 property 是 rental 有多少都可以。所以说，我觉得产品要多。所以这是很荣幸有机会跟 Juliana Office 一起来 host 这个 event 哈，在借这个 Juliana 在 Palo 的宝地，大家比较方便嘛哈。就是很多不同情况的消费者，他怎么找到比较 competitive rate 能够 qualify， 然后在 Juliana 他们 Office 帮助下打造，不管军控、小方化大房啊，或者 tenant change， 我们希望帮助大家这种很好的 financing power。对，40年啊，在 real estate 的 industry， 你已经看 enough。
并且据我所知，有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定要跟着你，即使一时半载没有卖掉或者是没有买到房子，他们就是 stick with you。 当然每一个 broker 呢，他都有自己的 style， 但是我相信您的 style 是与日俱增，这个宝剑越磨越利，并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并不是说30天 close 的资料出来就是最 current 的。给我们讲一讲在 Summerdale County 啊，那这个 listing 的 price 啊跟Sale price 的中间的比较，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说实在哦，我们呢是从1998年开始就有这么多的 record。嗯，那一般的在房地产工会里面，一般的经纪只有3年的 record。那我们呢，每两个礼拜。你们是大 AI 的收集对象。我们很早很早就开始处心积虑。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客人来讲的话，你如果用这个 Summerdale County 当做一个举例的话，你发现那 list price 跟 sales price 的这种 ratio 是一定你要 offer 多一点，比 list price 多。那如果说你跟不上的话，那就像打仗一样，孙子兵法讲的，你要知己知彼啊。对呀。所以你要知道其他的买主在干什么。那譬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客人，他呢跟我们跟了1年多，去本来要买这个Barista 的房子，就对，就会现在去买了 Evergreen， 然后有130个人当 road disclosure， 然后有50个人去竞争，那叫1.2，我们就卖到1.5，真的 ，Oh my goodness！ 所以你一定要找我们带你知道说，哎，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知道钱在哪里啊。对，那个时候就要拜托 James 了。事实上，他们真的是很努力。我们最近还卖一个房子，那个客人的账啊是到处都是，又是台湾，又是日本，又是香港的。GMCC 的人真是化繁为简，化繁为简，还把事情给做出来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一个消费者哈，贷款找我们嘛，找举例呢，到湾区嘛，这个理解嘛哈，怎么？结果他的小朋友嘛，反正男家还是继续找举例呢，非常 trust。所以我觉得这个 trust authority。尽心为我们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各方面的需求真的很不容易，非常这个是最好的 attitude。这个 Summerdale 的这个价值啊，关于您的这个收集的资料非常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 Santa Clara County 也是很大的一个 county 嘛，他们说买一个房子都这么旧，我要买到什么新房子？那您对这个有什么解释？有什么说法？哎呀，这是我们的另外对你们的贡献，就是说我们发现到房子的年纪越来越大，为什么？现在很多 baby boomer 啊，全部在退休，然后呢，再加上说现在房子如果地还是比较值钱嘛，所以你真的是 land is gold， 对，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知道说房龄是增加的原因是这些 baby boomer 开始退休，我们手上现在就有2个房子，事实上呢都是要退休的，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好机会，好，所以older but better， 对，尤其可以做 ADU 啊什么的，那我们下一次还有 James 他们帮我们做另外一个讲习，就讲到说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合买房子，小孩子小孩房大房啊，家人只帮小孩买房子啊，这里面很多financing啊，这里对，欢迎大家参加6月10号在决定 office 的，我们会一起 GNCC 跟决定合作，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所以来参加 seminar 的人呢一石两鸟，又可以知道最新的房地产的情况，又想知道自己能够 qualify 怎么样，或者是自己的条件可以来选择哪一些 program 的话，那一天一去，在贷款还有房地产方面都是双丰收。剩下30秒，我们给你这个时间来做一个 wrap up。这个Julian Office 可以联系的，另外一个到我们公司网站gncc.com 来参加咨询一下贷款的信息。如果房屋贷款顾问想换跑道更好的台的话，请到 joingncc.com 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4点半的 online Zoom meeting。California time。California time。每个礼拜三， yeah. 加州时间10点半来参加 open house。麻烦。并且贵公司因为 program 特别多，所以也有很多的 continuing education 来训练 agent， 让自己的 agent 的功夫很多啊。没错，每个礼拜4次。什么问题来，我就用这个方法解决，绝无问题。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6月10号在 Juliana Lee Realty 里面，由 Juliana 还有 GMCC
共同举办的房地产贷款的座谈会，希望大家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的，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周乐，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晚安，拜拜。